Hello， 嗨，嗨，礼拜三了，是的，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现在宅知道》。幸好你今天没有忘记来哦。哎，我没有忘记，好不好？你礼拜一的时候忘记来、啊，我没有忘记来、啊，他忘记来，超扯的、欸，好猛哦、喔！没有，我礼拜一以为不用来。你以为为什么？你以为不用来？不是因为之前有说了。嗯哼。对啊。然后你以为是从上这个礼拜开始，是不是？对。结果嘞？就是下礼拜。结果在公司看到。电话包包里有我的照片，没有傻眼吗？然后想说，怎么有我？他那时候已经六点半，然后呢，你就跟我就赶快跟他们说，哎、欸，我有件不用去這樣，定了，对啊，还好啦，没有没有，OK 啊，撑的 OK、啊。所以礼拜一是谁？就我卤蛋跟 Sandy 啊，真的硬撑、哦，难怪你们没有一起行动，没有没有啊，我还想说，那我搞分裂哦、喔，啊，你们 party 玩的还好吗？还可以啊，你有这样子吗？没有没有喝酒啦，哎、欸、没有喝酒、喔、有为什么？因为那边酒很少、啊，去的时候就已经喝完了。喂，你说那个地方的酒，对，他们只比如说他们只买了10万块这样子，然后10万块喝完也太喝了吧？没有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这样子啊，是吗？就累没有啦，就他们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很晚，他七点就开始。而且那个这一次的那个本来就不是喝酒，对他主题是去玩那个雷射那个枪，对。可是我们后来结束之后，我们几个就去另外一家喝酒吧，就小喝一下，然后去射飞镖。哦，飞镖吧。对，就小喝一下，也没喝醉，因为喝一点点而已。哇，可惜。因为那时候去的时候已经什么可惜。我的意思说，你不会再喝醉了。啊，你不会再喝醉是不是？是。对，你们喝酒喝开心就好，不要喝醉。但通常喝醉也可以，没有啊，喝醉也可以，不要开台。我喝酒就是要喝醉，我没有爱喝开心的。没有，通常喝到开心的时候就醉了。那就喝醉也可以，喝醉也可以，但是这次不能开台。我不管，我要开台，我乱讲，我要开视讯，我要裸讯。不要这样讲，你这样一讲，很多人就会开始期待，好不好？真的，一堆人就说，请问你对史基的感想？一堆人就会狂私讯问你说，不是说好要裸讯吗？对呀，狂。我前几天裸过啦。啊，因为我在家不穿衣服啊，然后那边开台，然后一开，哎、欸，发现视讯照我没有穿衣服，哎，不好意思、啊，关个台，去穿衣服，已经裸过了，已经裸过了，哦、OK， 还好，微裸微裸，反正你不要裸下半身，微裸三秋，好不好？因为裸下半身是不行的、啊，当然不行啊，所以我说他不要，吧不行、啊，可以，我们不行、啊、你就看到，然后就看到手机通知，哎、欸，你要死开台，等一下去看一下好了，哎、欸，这个频道已经被违反了使用条约，再会了。真的吧？对、啊，什么可以吧？不可以吧？对啊，反正那天就是跟大家聊天。可是我去的时候已经很多人已经离开，因为很晚、啊，因为很晚了吧？因为那天是礼拜一，他为什么会办在礼拜一啊？我不懂。因为那个是比赛的 after party 啊。对对啊，那是那个 LMS 的比赛 after party。对，所以那天会我去的时候已经走光了啦，但是他们说基本上前四强战队都有在。你说你去的时候，每个女生内裤都掀起来了，裙子全部都塞在内裤里这样。喂，走光，超级走光啊！没有啦，有几个选手啦，所以应该本来是很多选手。对，本来应该都在，就是前四强应该都在，然后还有外国的主播啊，国内的主播都在，那是基本上是 LMS 的 after party 这样。对，可惜我以为那天是顺便刚好庆祝 Mona 生日，也有，他们也有蛋糕啊这样子。对啊，对啊，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很棒啊。明年的 Twitch 在4月11号可能也会办一个很盛大的派对。哦，我们没有很想知道，因为是我生日。我们哎，来看一下第一个话题。谢谢 Mona。Mona， 其实我3月24跟他喜欢蛋黄哥吗？大阪，我们可以一起办，你就会比较省钱一点。我们都母羊座，或者是38也可以一起，反正就是三月跟四月。没有他们办就好，一月跟二月一起嘛，三月跟四月一起。他们办就好，他们办就好。好吧，那就办我就好，那就办我就好，在游轮上那样，还点游轮呢？你橡皮艇都不错。没关系，我们烧给他啦。什么烧给？哎、欸，纸扎船是不是？很贵，我不相信你们买得起纸扎船，真的。不要以为纸扎就很便宜啊！没有，我去外面那个房屋的船单折一个那个纸船这样，哎、欸，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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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烂的，是不是？烧到阴间给你，然后直接毁掉，散开这样。真的，是怎样啊？脚踩上去只能一只脚这样，超小。是怎样啊？脚踩下去，然后看到船的船尾上面写“今日主持人杰林六探鸟”，还有卖卡片的脚本。折一个船，脚本之船，超烂，不吉利，不要乱烧了。别，夸张。第一个，好，第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宅话题。宅话题。第一个讨论是最近呢，蛋黄哥很红啊。蛋黄哥，蛋黄哥就是那个好妹
听到躺在那边，对，然后听说在，你有这样吗？躺在那边，那不是我们三个吗？哎，对耶，好像是哎，我没有啊。我才没有了。有啊，我一直都很精神啊。屁啦，请看回顾。没有回顾。哦，你说的是不是？你看，你看，你刚刚是不是？你真的是，真的是还没说说古，但是薪水小偷，你也是啊。你看，真的，真的哎，还跟人附和。然后大家想说，哎，是不是刚刚错过什么？我刚刚认真，哎，我刚刚认真回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有这样子？有啦。哪有？我一直都最精神的。有的时候玩游戏的时候，然后我忘记，反正有一次你突然一个大反差，不然很 man， 然后突然间，哎，你这样子打。你常常这样子哎、欸，你自己都没有发现是不是？大反差真的蛮长的吧，你知道吗？对呀、啊，就是要做点效果嘛，是不是？是、啊。我本身是很内敛的。是啊，好啦，总之呢，就是在大阪呢开了一个蛋黄哥的餐厅，哇，他在梅田车站旁边，然后在百货公司的七楼，限定时间呢是到九月，哎、欸，那一块、啊、还有期间限定哦、喔，就是说过了就沒了，好可爱哦、喔，好可爱、喔，还盖棉被，对啊，我要把他头戳爆。好可爱哦，真的，我也会把它头戳爆。哇，这个金子洞，好配哦。这是冰吗？冰啊冰啊，好脏哦。这上面应该不是蛋吧？那水果吧、欸？搞不好也是蛋啊，因为他们这边有加蛋。感觉是那个水蜜，哎，不是水蜜桃还是什么的，就是那个我们之前开那个水果罐头，不是有一个像那种颜色的吗？哦，有没有？反正就是类似那种，肯定有可能假水果之类的。我觉得很可爱耶，蛮可爱。可那种主题餐厅。应该都不便宜，因为大家都是为了蛋黄哥去的，也不是为了吃好吃的。没有，我觉得不管贵不贵，是说主题餐厅通常都会让人家比较失望一点，因为主题餐厅通常都是因为它就是主题，就是主题都很漂亮，可是餐点超普通，真的超普通，餐对不对？餐点通常都是请隔壁餐厅做的，然后拿来这家餐厅吃，对、啊，很多都这样子。就尤其这种期间很有主题，尤其这种期间限定的，对啊，对啊，他不可能期间，除非啦，他那个期间限定过了之后，他就是变回原本的餐厅，比如说普通的日式料理店这样子。可他这个就是连餐点都有的话，应该就是还不错了。没有，可是基本上很好吃的日式餐厅，他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改成蛋黄哥。对啊，而且还期间限定，然后就没了。是不是？可是那是台湾的现象，搞不好日本都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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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通常难吃跟半吊子只有台湾人而已啊，对不对？哦，你要被骂来，不要来骂我啊，就是这样啊，这是事实啊，怎么样？真的过过两天又有人寄私讯给我，前几天又有，真的真的骂你，就是那时不知道要讲什么屁话，然后他就说你可以，他说你可以叫。你不要再讲这样的话嘛，因为他是怎样怎样，然后他受伤这样子、哦。真的、哦。然后我说，为什么你要跟我讲？你这样回他，就他怎么回你？对，然后他说，因为他觉得我是比较可以沟通的、哦，然后他就怕，他怕你要随便骂他这样子。然后我想说，殊不知你才是会骂人的那个。对啊，然后我就说，所以就是我以后是不是应该要？更大量的骂人、啊、才会减少这种、啊、要不然我每次在实况都处处小心讲话顾这顾那就是怕人家写资讯结果他都没顾忌然后他还寄信给我然后都没人寄信你知道我前几天玩那个英雄联盟、嗯、然后也是被对面骂然后我想说对面知道是你是谁吗、就是、他知道反正他就骂他骂然后我想说、欸、我没有遇过这种、嗯、我很想遇看然后说哎，终、欸、于有一个可以告了我就截图啊什么然后我就加他好友，他截图，然后他开始骂我，他说你告我啊，我说哦真的假的，那我泼粉团喽，他说你尽量泼啊，然后说你这个档次开什么实况、啊，反正一直骂，我说真的假的，那我就泼喽，然后我还说你好凶哦，然后就泼，然后我弄，就过一个小时之后，他就私信到我粉团说，对不起，他发现就是他错了这样，然后他就说那是他弟的账号啊，他不想要又来，哎、欸、每次都用这招无聊、欸，可是法律我很懂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解释一遍之后，我就说。反正呢，我是对你提告，所以不会影响到你弟啦。这样，我说，而且那个不算个资，所以我公开也没有关系。然后等这样讲，这样。然后嘞，最后嘞，他就跟我道歉啊什么的。嗯、我就说，他就说希望他可以好好跟我沟通。我说我们在民事法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沟 通，所以我们可以慢慢来这样。然后就请我不要po截图。嗯，我说。我本来没有要抛，你叫我尽量抛，我只好抛了，不然怎么办？我本来没有抛的。那就到最后嘞，我就要不要告他？啊、那你到底要不要告？当然要告啊！是哦，当然要告啊！哎、欸，真的，我跟你讲，自从上次我去警察局问金友的心得哦，真的、哦，因为警察就是跟我讲说，反正你就是。就算那个网站大家是匿名的，他们就透过 ID， 除非你的那个什么伺服器还是什么，你就架设在国外。嗯。可是通常我们网络上的小屁孩，他们哪会
会不管，不会管那么多。他们就是对，他们不会管那么多，他们就是在家里，然后就是骂啊什么的。除非真的是诈骗集团，才会把那个架在国外嘛。嗯。所以他反正警察说，你真的如果受不了，你要告他就告。你不怕麻烦，你不怕花钱，你就告。嗯，对， 對啊、就是。我不怕。对、啊。你很闲吗？就是看要不要花时间、啊。没有没有，我就是要处罚这些人。嗯。我就要这些人得到教训，因为他们很多人就觉得说，反正他们没时间告。对啊，反正他们都是说说的。对啊，对啊，才不会来告我。偶尔就可以弄一下。我连律师都已经找好了。真的假的？好酷哦！就是之前帮我处理车祸的律师，已经熟了，是不是？超熟，因为撞到，因为撞太多次了。一打给他就，哎、欸，你干嘛？你要出车祸？不要常打给他，好不好？不好。当然没有，只想约你吃饭而已啊。不出车祸啊，超过分，快哎！本来小朋友讲，在网络上讲话还是要负责任的，好不好？反正懂的以和为贵，反正懂的人早就已经懂了，對對對對，不懂的人我们讲也是一样。对啊，对啊，对啊。是的。下一个主题餐厅是？下一个呢是。火影忍者，原来你是学结印呢、喔？我还想说，突然有一只虫爬到你手上。他是在东京都啊，他的限定时间，哎、欸，至少还有一个月，大家还可以去一下。还可以，还可以，到9月27日。哎、欸，哎呦，内容哎、欸，好可爱哦、喔欸！他的卷轴哎，影之书哎、欸，好 Q 哦、喔，哎、欸，好帅哦、喔，哎、欸，哎、欸，蜜糖吐司，那個、可爱。拿乳头蜜糖吐司哦，一乐拉面哎，这个应该很夯哎，很夯啊，这个已经最多人点，我觉得一定拍照拍到爆炸啊，真的。还有吗？没了，没了哈，没有哎，可能还很多，可能大家自己去寻宝。对啊，大家可以那个，其中一个点是我爱罗的沙子，这样端一盘沙子上来。哎呦，哎呦。但是里面有几颗粒子，这样沙草粒子，哇、欸，不错。他说这个沙里面哈，然后抓一颗番薯出来，我们用这个沙来烘番薯。然后还有日向凝色眼睛，放两颗福州鱼丸，白色的。哎、欸，可是老实说，我真的觉得日本人在这方面是非常用心的。对啊，因为应该怎么说啊，他们的客群也比较大。对啊，对啊，对，因为他们的粉丝比较多，但是他们常常会弄一些蛮精致的东西，让人家忍不住会想要消费。对，小东西啊，或者是很漂亮的东西，消费的很心甘情愿，很开心。对啊，就觉得说，哎，来都来了，这么美，弄下，而且期间限定，对啊，限量就是残酷的，所以大家就觉得说，哎，限量，以后不，现在不吃，以后就没了，然后就一定会去一趟这样。去的、啊，因为期间限定真的是让，就是像女生看到拍卖会，可能只要看到什么什么最后促销，或者只有一件，哇，老板疯了，老板疯了，对，老板疯了三年都还没疯完，工厂倒了，倒了三年哈，而且其实超厉害的企业，女生听到，女生听到那个店家说，这是最后一件，就觉得那我一定要买下来，你们都不准跟我抢，已经停产了，哎，不会再进了这样。林马也买，林马也买，撑爆我了，撑爆我，把它放在家里供着。我的副乳都炸出来了，我还是要穿。之前就有一个荷兰的一个厂一个公司，他们做了一个那种实验，就他们在一个橱窗那边摆了一双鞋子，然后超普通的鞋子，然后不知道写，我忘记价钱，反正就可能类似台币4-5万这样，很贵，很贵。然后大家都觉得奇怪，这双鞋到底特别怎么那么贵这样，然后就一直在看，然后可是都不会有人买，然后他们都有去问店员。然后他们就说，哦，他就是一个设计师设计的这样，然后他们都没有人买，甚至没有人拿起来。可他们在下面挂了一个牌子，写5折，然后一样是4万多这样，忙10分钟之后就被买走了。真的？就他上面写，他上面写原价是比如说10万这样，然后5折5万这样，10分钟就被买走了。真的，这就是一个消费心理学，对啊，而且还是个还是个北北买的，他买给他老婆，哦，是不是？他老婆知道他被便宜杀掉，没有，他们不会真的卖他，那是做实验，他们不会真的，还要做实验顺便赚能赚钱，赚一笔，顺便赚钱，然后另外一边就拍北北的纪录片，拿存了很久的老人年金来买的鞋子要干嘛？然后访问，好可怜哦，跟吴米勒里面的道那个道农一样，然后每个月。只赚3000块，又存了20年。哦天哪！买双鞋，然后他们就要被告死了，真的。然后邻居还说，你北北每天都捡资源回收，非常的辛苦。然后就访问那个鞋店那个老板，就一脸那个坏嘴脸这样。我们鞋这个皮料很好啊，怎么干嘛干嘛？一直来涨，然后就有人爆料，说原料只要200块这样。过一个礼拜之后，就有人在淘宝看到一模一样的鞋，一模一样，然后卖100块人民币，好坏哦！大家很爱爆料，真的。
好啦，今天都是要分享宅在餐厅的。你们有去过什么主题餐厅吗？我去过海贼王的，日本的是不是？日本的，我是直接去日本的，哎、欸，很棒哎、欸！它是整个，它是外面都有什么海贼的那个1:1的人像哦，然后里面呢就是吃的东西什么都是海贼王，然后更贴心的是它连装的那个碗盘。都是海贼王，就是它可以让你吃完带走的那一种啊，可以带走，对，可以带走的，赞哦、喔！对啊，像台湾就很多那种主题餐厅，它也可以让你带走，可是它就只是一个书签，哦哦，对，就你就会比较失望一点点，因为书签就是一个纸，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回去就会坏掉什么。基本上你把那些餐具就是做的很有设计感，然后呢，你卖贵一点，然后让人家把那个可以东西带走，然后那个是其他地方。买不到的话，大家都已经还是很愿意的。对啊，对啊，因为你等于是花一餐的钱，吃一顿饭又买了一个，但人家感觉会是这样，会比较好一点，对啊，都会比较好一点。因为像迪士尼，他我觉得他们就很聪明，像他们的那个饭店是他们自己迪士尼乐园嘛，那他们里面所有的盥洗用具，他就是准备了一整套给你，让你带回家。哦、那一整套就是迪士尼的东西，哦、外面也没有卖，你就会觉得哇，好棒哦。他想说，而且反正你不给人家带，人家也会干。哦对，很多人会干，反正就是顶多在你的那个就对成本上面就加上去，就提高3倍这样子，对，你就3倍会不会太夸张？3倍。送一套盥洗太过分了，因为他们这样子，他们很有可能会舍不得用这个，然后去另外买。哦，哎呦，对啊，也有可能。然后他们在自己的饭店里再设那个卖盥洗，餐厅的，超烂的牌子，喂，都乱讲了，就是普通的洗发。真的，而且我觉得迪士尼啊，他们就是很贼，是他们都会在自己饭店的一楼会有他们就是的那个就是贩卖部，然后贩卖部又跟乐园东西不一样。然后因为大概是九点之后就关园了嘛，大家都回饭店，然后就没地方可以去，因为附近是太偏僻，这样大家就会在那个店里面疯狂消费，疯狂买，连那什么矿泉水，只是外面那一层皮啊，就是那个塑胶皮，那个上面可能印个 Mickey， 哇，全部扫空，洗手纸，哇，全部扫空，就觉得搞什么东西、啊？就在台湾的真鲜批一箱矿泉水，然后印一个米老鼠的图案上去卖，你买，我愿意啊，我喜欢，我 OK 啊，就看到一堆人买一堆什么。卫生纸什么矿泉水、啊，然后全部背起来，然后就跑去避难了。台风来了，我原来台风来了，难怪大了，太刺激了，莫名其妙，还特别买迪士尼的，一度站，然后一度站打开泡热水，里面鱼板是米老鼠的形状，哇，太贴心了吧，夸张，真的，你们两个嘞？什么？哦，我没有主题餐厅，我完全没有，我连女仆咖啡厅都没去过，但我去过直视咖啡厅。啊，你为什么入职？因为那时候我们大三，然后我们要演一出戏，然后里面其中一个同学他演的角色是那种欧洲的那种大饭店里面那种管家，然后我们想说，哎，那我们去直视咖啡厅喝看好了。对啊，那他们有傻眼吗？就怎么是一群男生？没有，他们很专业。有还有一两个女生有一起啊，我们很多个人这样，他们就非常的专业。然后我们要走的时候要去开门，他们就冲过来，然后把门关起来，然后讲，哎，少爷已经要离开了嘛。对，我要离开，那我帮你开门。哦，吓我一跳，我也不能走。叫你开吗？对啊，因为他要他们去帮你开门。对，你还没付钱哦。少爷，你要离开了吗？你确定要离开了吗？你看这是什么？要露枪出来。干嘛露枪啊？他说：“你再看一下我们的菜单到底要付多少钱，然后变十几万。”被敲竹杠啊！好夸张。哎，他们就很专业啊。对，他们真的很专业。可是其实我觉得直视咖啡蛮舒服的。真的，我个人觉得蛮舒服。哪一方面？就是如果你不介意他们，比如说叫你少爷、叫你小姐啊，然后他们会服务你。因为我自己我没有去过女仆咖啡厅啊，可是我觉得直视咖啡跟女仆咖啡好像不太一样。因为直视去我那时候去那直视咖啡厅的时候，会有在那边消费的女生啊，他们真的都是在那边看书，然后他就是不用动，然后他们会帮他弄这样。哦，对，可是他们也不会。骚扰你，不是骚扰了，就是他们也不会烦你。对，他们就是你有需要，他们就会马上来。可是他们也不会，他们就真的像管家一样在。所以他们不会像火锅店的青菜车就对了。对，哎，大陆没有需要吗？这样子就一直来，这样子一直来了吗？我这白肉白一大堆，一直夹。不会这样，而且他们也不会跟你说，就是比如说，要不要我喂你吃啊什么？哦，就我不是说女仆咖啡厅不好，可是有些人可能很喜欢那样，可是有些人可能就是。没有喜欢要跟女仆这么亲近，可是只是好像就没有这样。我去至少我去的那间没有了，然后就有几个女生，她们真的就是聊天这样，然后那些她们就是在旁边不讲话，好帅。然后她们有需要，她们就马上过来，然后她们都会这样子，这样帮你点餐这样。哇，好帅！她都不用看 menu，
因为他那时候跟我介绍，我就点茶嘛，我就说，哎、欸，那有没有推荐的茶？然后他连 menu 都不用看，直接从第一个讲到最后一个，他讲那个什么什么、啊，然后下面这个什么讲，我讲。哦、那我点一个伯爵茶好了，完全没有听懂，只好点第一个，还是最后一个，因为记不起来，记不起来忘记了。对啊，可是我其实觉得蛮舒服的，真的。可是我真的觉得会不习惯呢，因为我有去过，可是我是去女仆店、哦，然后是我朋友他开的，然后他是扮演在里面扮演就是那个执事、嗯，然后他的店员都是女生，然后那女生就真的会跪下，然后就说小姐你来了，然后你要吃什么，然后你就会很想跟他说拜托你站起来，然后我朋友就说那是他们的工作没关系，可是我就。就觉得很，就是有点改忧，你知道不舒服。对啊，对啊，对啊，有一点。可是有一些人就喜欢，也不是说喜欢，但有些人就知道，就是女仆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就会去。对，那、哦、就是他们的服务的餐厅的服务的一环，餐厅风格了。对，就比如说有一个特技餐厅这样，啊，点菜的时候都会倒立这样。对啊，没倒立就被店长扣薪水。然后倒立，然后用脚帮你写啊，你要一个浓汤啊，还在发抖这样。那问你菜要上的时候已经是两小时后，浓汤，然后你就看他转盘子这样，不然上下浓汤哦，好危险啊！我要接。翻跟斗把他抓下来，然后这样上桌上，然后多厉害！他说你手怎么红红的？刚入行的时候烫伤的，好可怜，他都肿起来。好了，不然这边帮你切一下牛排啊，开始丢刀子，好夸张！都掉在桌子上，你们敢去吗？我不敢，我害怕。对呀，太恐怖了。我自己也是把女仆餐厅当成一个主题餐厅而已，就是一个。那样的特色，对对 对, 對。可是我也是会很不好意思。对啊。而且他们会做很多那个，就是一些比如说类似互动，或者是对你比较客气，会讲比较多话那种，我都会蛮害怕的。你害羞还是害怕？就是觉得不好意思，就觉得不好意思，就害羞。哎，小姐不需如此多礼。请回去柜台休息。小姐不需如此多礼，这是2000块，你先提前下班。他说你可以学，然后看一下。学那个女仆在旁边偷滑手机偷懒就可以了，还偷纸巾，你们还没开始。可是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有去女仆咖啡厅上班，他们说他们那边店长真的比较严格，哎，嗯，就是如果你就是客人说你不要跪着或者什么什么的话，他们是怎么站起来真的会被骂。好可怜哦！对，因为他们的风格是这样，所以我就是想说不要让他们困扰。对，我也，所以我就不去，因为他们是这样服务的，所以你也不能说就是，因为其实讲了一点就是你受不了这种服务，那你不要来，就不要去做。对啊，对，不要，因为他们的就是这样，你不能要求他们说。他们经营的特色就是这样。其实那个感觉就很像你去一个日式料理店，然后你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卖汉堡。哦，对啊，可是他们服务就是日式，他们就是没有汉堡，所以你不能要求他们没有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应该要做到的东西。对，或者你跟他们说为什么我生鱼片是生的，那不行，因为日式料理就是生的，所以他们如果给客人熟的生鱼片，店长直接二刀流把他脸切成花枝。原来是剑道主题餐厅。啊、可是我觉得蛮好玩的啦，蛮好玩的、啊，喜欢的会。我去执事餐厅经验是还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蛮有趣，而且他们都蛮厉害的。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去日本女仆店被骗钱的事吧？有很久，就你们刚来的时候。对啊，就是他们其实什么东西都要钱啊。他有一种那种远传的感觉，你知道吗？就是跟你说，哎、欸，我们可以这样，我们可以这样，然后后面才跟你收钱。对啊，这真是真。我小时候傻傻的，然后我那个来电打你什么的，你可以换那个，我说哦好啊。然后最后下个月账单，哎，要钱了，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真的哎，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就说啊，就是我消费那个，我们每个人，我们是五个人去，然后我们一个人都只点300块日币的一个红茶，因为我们就想说去体验看看这样。就最后，因为他就会中途问我们说，比如说，要不要跟他们合照啊？然后要不要就是他们会饮料来会帮我们念咒语，然后会变好喝啊，或者是反正就跟他们互动，还有什么他们可以唱歌给我们听。然后最后我们一个人是付了台币1000元，哦，是点一杯，1000，对，一人点一杯耶，然后变了，然后我们傻眼，想说哦，最后才发现是每个都要加价的，是不是？蛮恐怖的，对啊，所以还是要了解一下才能去，要了解一下文化，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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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拜托，仔仔文化出来的东西不是一般人可以随便就了解的，真的，我们还是尖的，不要这么小看我们，是门外汉，不好意思。不过我去过，上次去日本，我有去那个钢弹的餐厅，钢弹咖啡厅啊。那怎么样？怎么样？对啊，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应该还蛮不错的。那他那边调的东西啊，食物啊，还是
喝的那种，它都是跟钢弹有关系，跟汽油，然后也蛮可爱。汽油不是啊，我们钢弹哦，机油哈，然后就哎，这是什么口？它真的是一杯机油。这是我们最新的雅马哈雅马哈。哎，这个筷子啊，这筷子是钢弹的光剑造型哦，真的意思是怎么样？是真的光剑，真的镭射掉啊，就要流血了，快流血。对，他那边，就是他那个餐厅就还蛮科技感，然后店里也有一些布景这样，然后他的那些餐点啊，那饭啊什么干嘛也是钢弹的造型，然后饮料上面，比如说点那咖啡，它上面不是会有那个，比如说拉花或者是粉干嘛，它就是都是都有钢弹的头还是干嘛的，对啊，然后店里有一个大的那个电视，然后就一直是在播，比如说历代的钢弹的一些名场景啊，或者是他们的主题曲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去的时候我就很嗨，然后就听美，然后这歌，然后就跟着哼。那你有觉得你有少女心吗？就是哎呀，开心啊！就有真的。那你有一直拍照吗？我没有一直拍，因为电影就那样，我就拍几张就 OK 了这样。然后看那就一直看，一直看，然后就跟我女朋友说，哎，你知道吗？这个是怎样怎样，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哎呦！然后我就跟旁边，我就是很怕，常常自己会变这样，知道吗？因为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是讲太多，然后怕人家会觉得很烦这样子。我就是开心嘛。对，然后。去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也是，然后就会跟着唱歌之类的。你还会跟着唱歌？就是店里也会有啊，因为比如说播某些主题曲的时候，然后就跟着哼，对，跟着哼这样子。真的，对啊，我承认啊。其实我也会，我去海贼王餐厅刷的。我去那边，然后他旁边还有一个小的那种附设那种商店，就卖一些就钢弹咖啡限定的商品这样，我几乎全买了，就是几乎有出的我都，所以就是你刚讲那种。都来了，对呀，对，前几天才看到一篇文章，说什么，就是那个大陆的那个网友的那种有趣的问答，说大陆有没有到底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标语或是口号，会让就是很洗脑，或是干嘛传了很久，然后也没办法改变的。他说有一句话会让你爬上最险峻的高山，吃下超难吃的料理，或是做很多不可能的事情，就是。来都来了，我觉得哦靠，好啊，真的真的，这一去就想说，我来都来了，下次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就买了，不要后悔这样子，就购物懒得，狂装，台风来了，可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日本最近的限定餐厅，就是日本最近的美少女战士又回复了，对，回来了，整个战力大提升嘛，战力大提升，对啊，所有周边产品什么都有，然后就是日本现在有限定的美少女的那个餐厅，美少女战士的餐厅，然后我朋友有去，哇，不得了哎，他那个整个杯子也是什么拉花拉跟什么，然后上面可能有一个那个美少女战士他们的变身棒啊什么的，然后周边全部都是粉红色，你知道女生看到粉红色还有钻石，疯掉，疯了，然后明明就是在那边戴那个塑胶的粉红色塑胶那个耳机，在那边听就觉得哇，自己好像美少女战士，一拿回来变垃圾，真的哎。对，有一种去 IKEA 的感觉。还没有，我买回家还是很赞，好不好？超真爱，真爱，超宅，对，不敢，还不敢用，盘子不敢用。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有时间可以去查一下，然后可以去一下玩一下，还蛮开心。可以去看看的，主题餐厅应该其实都蛮有趣的。是的，下一个是超硬红豆冰棒，什么东西？超硬红豆冰棒，看一下影片，是有多硬。其实还蛮正常的吧。其实台湾的那个红豆粉粿也可以吧。
就冰棒都可以吧，真的很变都可以。还有什么红豆，什么益美红豆，那个就超硬的、啊。可是通常这种，很不容易退冰的冰，都是就是放很多那个。对啊，什么放很多什么？放很多屁！一热就，原来是番薯冰棒，原来是墨西哥豆冰棒，墨西哥豆荤贵。下次入影前，台哥先别吃冰棒了吧？真的。那台哥车上全部都是冰棒棍儿。我之前有吃过那个，它是现做那种纯的那种牛奶，那种融掉，是一瞬间融哎。对啊对啊对。就它现做，它现做还要等个十分钟，然后做完之后，它弄上去之后，然后我一接过来，然后它再等它找钱，钱一找就开始逼，这样，他就哇，这是什么？就被逼了要50秒内吃完，对啊，就反正之类的啦，对啊，可是也没有啊，其实就是。它因为就有奶跟奶油吧，我想，如果真的要很慢的融，那几乎都全是奶油的，就是它就算热了之后，它也还是固体这样，所以这没办法，因为他们要卖是要那种通路什么干嘛，所以他们这种便利商店买到那种冰棒一定都是这样的，硬啊，蛮硬的，冰棒就是很好吃，我没办法。正面咬，我没办法正面咬，你行吗？我也不行，我也就是用门牙咬，不行，我只能用旁边。门牙我也是只能用旁边啊。对，有人用前面吗？有啊，可是我这一颗门牙可以，因为我这颗门牙是假的。不是这样咬也会很痛啊。没有，他意思就是说敏感性，可它不是很硬啦，它不是很硬，就软软的。可是冰的我也没办法这样咬。就这样咬不行啊！我都旁边两，然后侧面都是奶，都是冰，然后就，然后手黏黏的，然后摸。小朋友，对啊。他手黏黏的，抓个头发。我睡油很拉。他抓头发，然后还拉那个最近超红的怪力头，这样一根一根。然后抓完之后去夜店这样贴妹，好像然后每个看到头上昂达昏贵，真的。他说要不要来我家吃昂达昏贵？哎，你头上怎么有昂达昏贵？昂达昏贵。我老公被他拿来吃啊！他怎么甩来吃啊？神经病，跟吃那个马提尼樱桃一样，真的，神经病。好啦，我们今天有很多礼物，只有礼物圈圈，来吧，来猜猜，来猜猜，来看一下。好，告他，告他，就他自己礼物，告他。没，这是大家的。这是谁的？我来帮大家看一下，这是土六探，刚好三个，我们一人猜一个好了啊。这是什么？哇，从旁边。这是土六探更鸟死，然后什么？这袋子包装精美，我从旁边炸掉。原来是这样开、啊。这两个是六探跟鸟死的，我帮你们把卡片拿出来。好哦，里面还有一个，这边还有一个，哎、欸，是我的。好。我看一下啊，然后这是六探，这个好像也是我的，这是你的。他的卡片贴在里面，我读不到。或者是希望定制的礼物，鸟屎啾啾会喜欢。每次心情烦闷，只要看一下麦卡贝 OMG， 心情马上就好转，一定会继续支持你，白鸟屎粉，谢谢你。我看一下是什么？这什么东西啊？这个不是，这是鸟屎的啦，因为上次漏了。对啊，因为我们拿了。哇！谢谢我们。是酷马萌哎。哎，好可爱，是他。这上面有秀你的名字，真的哎，有没有鸟屎？你袜子有拼凑。哎，这个是去哪里用的？还有名片吗？喜欢。哎，鸟屎这也是你的，这个我们已经收过了。真的？之前是有金蛋有银蛋，然后你的是新蛋这样子。可是它有一包蛋黄的糖，为什么已经破了？然后里面只有两颗蛋黄？哦，因为我们上次吃一半了、啊。没有，这是我们的，你的在里面。哦，对对，因为我们的糖果在里面，这是我们没有吃完的。拍着，要修。哎，这个应该也不能吃完，要吃好了。送鸟屎这个的粉丝可以写信跟我说这在哪里定做的吗？耶，我喜欢，我想要。可以麻烦你写私讯给我，跟我说在哪里吗？拜托你。我喜欢。你快点猜。我要念我的卡片，我拆不开。土六探一直以来都很喜欢 LNG 的氛围。能用最轻松自在的方式和大家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我的学生们，哦，他是老师，他是老师，靠背啊，干嘛？他小啊，在里面放个假壁虎啊，真的假的？妈了，真的假的？白痴啊，好坏啊！你剪一下嘛，我不要，你去剪，我会怕。我剪，就是真壁虎，啊，不是壁虎啦，蝾螈啊，超大条的。你打开看，你把它打开看，白痴，是不是很可怕？没有啊，在哪里呀？不要弄我！你就哎，你不要弄我！我已经先把他推走了。我
我的毛都立起来，真的很坏哎。这样子，长这样子。他、啊，哎、欸，靠呀！不会怕啦。要啊，长这样子。哦，没事没事，我没事。妈的！你都我还没念完啦。他说我的学生们除了在学校上我的健康教育以外，放学的健康教育就都来自 LNG， 真的假的啦？不要乱，不要乱给他们听呐。其实谈论屎尿屁并不低级，反而是一个解答许多生活中私密问题的方式。谢谢你们带给我们这么多，祝福你永远健康平安。礼物是自己买来做的坦克金属模具，希望你会喜欢。哎、欸，谢谢，它是 No Code 的，谢谢哦，好酷。Leo Tan 这边写 Leo Tan。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他们不是很欠债了，其实一直以来小朋友其实都不太听家长或者是老师的话，嗯、他们会比较喜欢听就是。他们说自己喜欢的人，他们喜欢的人或认同的人，对认同的人的话，这样，所以我自己也觉得还蛮，哎呦，我靠，好像很高级耶，什么东西啊？一个金属坦克，他自己做，哇，这也太酷了吧！哇塞，哇塞，哇是四号战车，他自己做的，就应该人家就是外面可以买的，他把它组起来这样子。虽然他有点垂头丧气，哦，太屌了，哦，战败了，那种感觉，蛮可爱的，蛮可爱的，好可爱哟、哦。其实这种金属的模型，我之前也有看到，有想买，我想说，哦，这个好危险，又怕割到手，怕不好折，没想到他都做好了，好猛啊！他、欸、那个车轮超小超细的，对啊，他也太屌了吧，危险。拿壁虎吓我的观众写。转蛋福蛋，希望你们喜欢，谢谢你妈，谢谢六蛋杰林鸟水玩具，可以带给我欢乐，内含三样物品：金属贴、娃娃、磁铁。没有娃娃也没有磁铁啊，只有糖果跟金属贴啊！你骗我，是同一个卡片吗？对啊，是哎。然后下面写问号物，那个应该就是问号物了吧？哦，就是看你抽到哪一个吧。哦，所以我们都把金蛋那些拿走了是吗？还是没有啊？我有啊，有分配啊。他就是想吓你了，他就是想吓我啊，有可能。一只哦，吓到我了，超吓到！我现在还在惊吓中，真的，我等下可能要去林森北路喝个酒了。不用吧，想找理由啊。真的，那哪有了？好，最后一张卡片。第二鸟子，谢谢你总是努力的将最好的表演带给大家，无论剧场还是节目上或直播中。我在成为国中老师之前，也是剧场演员。这么多老师，所以是前辈喽。这样讲起来的话。现在当然，老师即便教的不是表演，但每一堂课都是一次演出。为了让学生融入，记得你和六探都喜欢军武类的东西，又怕你们忙没时间煮，就制作纸张帮你们先煮好了，做一台要3小时以上，希望你会喜欢。哦，就是煮车歌啊，就是煮出来一个金属的壁虎，我直接摔烂你了，金属壁虎，还是怎么还是用很多的表演技巧，让他们有更好的学习效果。因为教的科目特殊，所以其实有不少小孩在听了你们台词讲各种东西，礼拜一就跑来又找我询问。不要给小朋友听啦，他刚讲过了，我再讲一次。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谢谢你们对健康教育的贡献，认真的。越接近年底，你越加忙碌，祝福你的表演之路越来越发顺遂，也希望你行车和居住都能平安顺心。谢谢哦、oh, ，No code。对啊，哦、oh, ，No code，No code。然后我想到那个头发像有多乱。不会啊，没有你在受惊吓之前，蛮好看啊，就像乔老师从丝袜里出来一样，没有，他军武的哈。对啊，他刚才折得很认真呢。大姐里面有只壁虎，我看你们没有、啊。哎、欸，你也是车车、啊，也是车车，也是车车，同一台吗？可是没有不同的，他没有车车，我的比较小一台，这是。雪曼战车吧，美国的嘛，对不对？哦， oh, 可是我没有国的，你美国，我没有垂头丧气，所以我的应该打赢了。不可能啊，你的这个要4台才能打赢我这台。怎么可能？那我把它弄垂头丧气好了。你没看过怒火特工队吗？就是那个、喔。对啊，对啊。对，不是我是四号，我不是虎四，算了。谢谢 Local， 谢谢 Local， 谢谢，很厉害耶、欸，他可以，他我觉得他可以去做米雕，先随意装，没有米雕的光头，他是老师好吗？走得很细，你可以做米雕的工作。不过他知道我们喜欢什么，对耶，厉害厉害厉害，真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应该也是啊，这里面有卡片吗？没有卡片的话，他要写给我，请我转达给大家。那你要不要转达一下？好，我念一下。我也有收到。哦，你有收到？啊，我念是。你念。很强哈，那个我来看一下他写什么。他很贴心的，就是帮大家分配好所有的礼物了。哦。对，他说呢，一包辣鸡翅，一包辣鸭脚，一包辣豆干给杰林。
一包钱你也太多包了吧？一包鸭翅，一包鸭脚，一包豆干给六摊带回家分女友吃。一包鸭翅，一包肉干给鸟屎。一包鸭翅，一包鸭脚。他在玩地游戏。一包豆干给廖哥，廖哥自己去拿。两包卤蛋，卤蛋给叶子，不是给卤蛋。两包卤蛋给叶子。麻烦帮叶子放到冷藏，到周五他会去拿。剩下我买了很多种类的东西，各两包，可能要请工作人员分装到盘子给大家吃。各一包，麻烦装给主持群，可以当天吃。各一包装盘吃，大家工作人员一起吃。东西口味重，适合配饭。开车喝酒应该也很下酒。也很下酒，但是开车不要喝酒吧。如果要喝酒，记得别开车。对了，东西种类不知道你们什么吃什么不吃，只好挑比较多人买的给你们带回去吃。哇，他讲话超，这不是粉丝吧？这是谁的妈妈吧？工作人员谁的妈妈寄了台南的上来吧？有他有寄私讯给我，他是观众，他是观众，确定吗？不是妈妈，是寄那个艺人的，而且他的工作是这个很酷吧？我只是个有哦，哎、欸，不要讲出来，不要讲出来，你知道吗？他说我只是个宅男啦，哦，对，他的工作很酷，屌呗。蛮屌的，这个年头已经很少杀手了。不要乱讲，还敢把讲出来是杀手？我们要吃一口，好啊，然後分享。那我们吃一下，这个也是台南很有名的卤味啊，西井村嘛。好开心哦，它是台南的农民、欸。他有给我们，我们刚刚。手套，你刚才在念那个感觉好像是一个大地游戏，然后最后念完的时候，请问辣鸡翅总共几包？谁的？一包杰林。刚刚我讲了辣鸡翅总共讲了几次？哎、欸，你能帮我开吗？我开不了啊。那我就随便打开一包、喔，这是什么？这个要怎么开呀、啊？我来。不会开。还有鸭肝，哎、欸，这鸭肝超大一颗，鸭肝本来就这么大嘛，这是鸭肝吗？是鸡胗吧？哦，这是鸡胗哦。还哎，不对啊，胗。很大，鸡胗对鸡是吗？鸡胗，鸡胗是鸡胗，可是很大颗哎，所以它应该是鸭胗，不是猪胗，像鸭胗。猪，你说那个那个猪胗吗？打开了吗？你打开吗？这已经打开了，有点难开。哦，所以刚刚他说的是这一包就是给今天的主持人吃。这一袋，他刚刚有说，他刚刚说什么？今天就吃这么多、啊？没有啦，等一下工作人员也可以吃、啊。对啊，我记得他刚刚有说，就是有几包是今天的主持群吃。对，这样。他有寄私讯给我啦，然后我有跟他有就是讲蛮多的，因为我有跟他说，因为我现在家里冰箱有问题。哦。对，然后我平常是没有在家里吃饭的习惯。哦，对对对，你之前有讲。对啊，因为我没有在家里吃饭习惯，然后我每次都怕他们寄的东西会浪费了他们的好意。因为东西可能不定会坏掉，那你就带去公司请大家一起吃啊。可是我回去也要隔一个晚上。来这边哦，对啊，哦就没有冰哦，对对对对对，所以真的感谢大家好意，但是如果大家有那种比较新鲜的这种有没有，就是还是寄给他们吃，就是不要寄太大量啊，比如说我们当天可以吃完，对，但是还是很谢谢大家。要不然你们这样好，你们就放我家，你们要吃的时候就来我家吃，这样太远了吧？神经病！我做冰箱给你们，我家里就有冰箱啊，我骑车骑四十分钟吃个鸡胗，有谁受得了？算了，友情真廉价，算了。而且家那么远，我们不想麻烦你好不好？友情真有价，哎，自己家就有。哎，小姐，现在帮你染头发了，不好意思，谢谢。不好意思，我这个发质还 OK 吗？哎妈，谢谢。谢谢，好像哦、喔，哎、欸，很棒、欸。可是如果我坐在这边理头发，我旁边的客人在染头发，还在吃辣鸡翅的话，我可能会生气吧。我又闻到阿摩尼亚味道，又闻到卤味的味道，心情很复杂。那你也太像了吧，要染多久？你也太像了吧，开什么玩笑、啊？赶快先吃一下，哎、欸，你要不要换一下？不用啦，不用。幸好我有洗澡，还好。这个是豆干。这是豆干，好，那我吃吃看鸭胗好了，它到底鸭胗还是鸡胗啊？鸭吧，应该是鸭吧，因为鸭的东西吗？而且这么大个拿在手上，有一种，它是不是烟熏的？因为我闻到烟熏的那个，西井胗都是烟熏卤哦，因为它那个香气很重，是不是烟熏？因为我看到里面有一只烟头，喂，不是那个烟熏啊，夸张，哎呦，这个是什么？我要吃胗。嗯，怎样？你说话，你一直不说话。我超喜欢吃胗的，
尤其是它那个是很大一块，可是那种人家卤的不是会把它切成小片，然后就放里面卤。哇，好爱吃这个，我很喜欢吃内脏，我超爱吃内脏。内脏很好吃啊，外国人都不吃，好奇怪。他们超不吃的，他们超害怕的吧？国外那个人家都是哦，什么什么地方的肉，什么地方的肉，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内脏，就是全部都那样，他们就全部都丢进去，然后全部都包起来，就是那样。他们也不分说什么，像台湾就是什么鸭心一盒啊，什么鸡心一盒之类的。对啊，牛杂像他们很多都乱丢，甚至不卖。像牛杂汤就是非常的好吃。可是大杂烩，外国人很多外国人就会觉得，他们会怕吧？怎么把一堆不能吃的，就不能吃的部位煮汤，他们就觉得很奇怪这样。里面又超好吃，牛肚超好吃的。这个好好吃哦，它如果这个有那个辣味的会，我觉得会。这不是辣味的，这不是啊。这个很刷嘴耶，这个真的就像他说的，就是三五好友，如果比如说在家里，然后就可以一边啃，然后一边看东西。比如说一边看现在仔知道，然后一边吃这样。好。怎样？什么事吗？哦，没有，他说我们吃太久，可以不用看你的脚印。对不起啊，还是可以速看一下，没关系啊。不用看。要看什么？不用看的话，像下礼拜他们也不用再准备，直接看这礼拜就好了。说也是啊。对。嗯，好。啊，我们要这样。这样继续染头发，小孩不要讲出来了。小孩不要说，帮你染一下头发啊。不要染了。不要。这是什么卡利斯的手啊？这个是那个烟熏，就是原味，没有辣。是啊，来来，我的胃食秀要来了。这种真的没办法停的，真没办法，你知道吗？因为你就一直吃这样。看到没有？我手上拿什么？摄影师啊，然后拿什么？自己看清楚一点啊。好饿哦，你不要这样子给他弄，然后来喂他吃好不好？乖。而且都没有人可以拍他。你好色哦，你刚舌头碰到我的手指头了。好饿哦。摄影师大骂：“等你刚泡剪头发。”说这很烟熏，很烟熏啊！哎，很酷哎！熏！你看他这边还有那个烟熏的那个哦痕迹，真的，你给镜头看一下吧。其实景春是很有名的。你这样压很像很不舒服。我给他们看卤面，因为卤的就是烟熏啊，什么卤味啊那种就很透，有没有？哇，后面给人大师为背景，好狠，夸张。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干嘛？我们因为我们本来要摘小物啊，哦，不玩了是？完全不玩了吗？因为我们手也这样子啊，又不是就我们手收掉就好啊。不要，我想继续吃啊，不用玩了啦。真的，下礼拜再说啦。那不然我们要吃到十点啊？今天现在摘。很好吃，宅卤透，哎，不是熏透，好吃。哎，好开心哦！我们可以一直吃到那个，就是来自台湾各个地方的一些名产。对，像哎，这礼拜一有一个那个叶乐粉丝，他寄给我们每个人一盒那个蜜饯，我们都忘记带。哦，叶乐。哦，你礼拜一没有来，他叫叶乐，一个粉丝。我以为叶乐是哪一个地名？然后他寄给我们台南很有名的蜜饯，我们一人都有一盒。两个人趴在外面，忘记上礼拜一忘记带回去。我才刚吃完两包哎，因为我才刚从台南回来。哦，对。对啊，好好吃哦。而且那时候杰林也在台南做节目，有。然后我看他粉丝团发文，我刚说你在台南吗？他说对啊，我在高铁上，我也在台南哎。对，是他民宿还在我那个去台南的旁边而已。他说他买一个什么鸡排，我说那在我民宿旁边，走路30秒就到了。超巧的，早知道应该先约一下，可以带我去喝牛肉汤。可是我也不知道你在台南，你那个旁边，我也不知道你们在台南啊。真的，就你们的行程难以捉摸。对，我到台南的第一天早上也不敢相信我自己在台南呢。你一个人去台南玩吗？没有，跟同事，我们去上个课。那。然后晚上就去大吃喝吃这样，真的很爽哎！他说我在台南度假，心想说你也太爽了吧！我几百年没度假，我上次度假是上礼拜国小毕业旅行，对啊，国小毕业旅行，久屁啊，还遇到 SARS 哎，剑湖山都没有人哎，那个冲锋列车我连坐六回都不用排队，没有人。坐摩天轮上去，放眼望看，全部都我们学校的在摩天轮，美女，6年9班的美女，叫别没有的。真的假？你是说真的假？真的啊，真的啊。我们国小毕业旅行因为 SARS， 所以很多国小的毕业旅行都取消了。然后我们去剑湖山，整个剑湖山园区只有我们一个国小，还有一些其他零零碎碎游客。可是
因为通常那个时节都是毕业旅行的时节。可是那个整个园区的毕业旅行有趣的就只有我们国小而已。那很爽啊，那刚才你们有过夜吗？有啊，有过夜啊。我们玩那个剑湖山的那个云霄飞都不用排队，我们就是这样做完之后，然后下来，然后就。哦，好晕啊，好晕啊！直接折返这样，然后再上去，是这样，然后坐上去啊，啊，好晕啊，好晕啊，然后再冲，然后坐了6回，六回下来每个人都。你说翱翔飞鹰哦？没有啊，就是什么那个时候还没有翱翔飞鹰。风风没有剑湖山，剑湖山跟六福山不一样啊。翱翔飞鹰不是剑湖山的吗？翱翔飞鹰是六福村，那剑湖山是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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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湖村。噔噔噔噔噔噔，西景村。不是锦城，冲锦城，锦城你回家。对啊，然后这时候很爽，因为都没有。我想要遇到台风，还是不知道学校不知道干嘛。然后本来大家都很期待可以过夜，嗯，好像那一次，然后就吵起来，吵起来，家长会还是干嘛？就变成当天来回。哈，超烂，真的超烂的。我一直很想试试看，就是跟。同学，大家在外面过夜哦，你喜欢这种感觉是是？对啊，结果从小到大都没试过。哇，我有，我一直都有。你有吃过鸡鸭翅吗？鸭翅真的好好吃哦，鸭翅超好吃的。到处喂食，我跟你们讲，鸭翅的吃法有诀窍的。怎样？它不是这样拉才爽快吗？干！哎，好厉害哦！好猛哦！你好猛哦！太酸了，戳到小舌头，神经病了。你这，你们需要卫生纸？不要，我们都有手套，还好。OK 的。我们真的是这样吃，一直吃到什么时候？吃到进广告啊！真的假的啦？对，差不多可以进广告。我们休息5分钟，可以回来，忘记了。休息5分钟，等一下晚上回来。等一下回来。